你。哎，易总。你们男生是不是都喜欢18岁的姑娘？我，可能吧。你是不是很喜欢呀？我还好吧，我对女人还好还好，我还行。这谁啊？啊？不是，这不我手机怎么在你手上啊？哎，天天18岁，这谁？告诉我。这就上次这个销售不在，我有个客户进来，我家的客户。客户存个18岁啊？不是，这客户年龄不得备注好吗？这下次他买车要啥我好推荐嘛。我信你个鬼，客户也不行，那你为什么不给他删掉？不是客户，我删人家干啥？这不是为公司好，我卖车呢。不行，删掉。哼，我手机有问题，删不掉。删不掉啊？对，删不掉是吧？对。来，我教你。啊。删掉了吧？哎呀，这你们干啥呀？我看你还怎么解释？解释什么？18岁的姑娘。不是，易总，你不会天哪感冒了吧？什么姑娘？你在说什么？刚刚那个，你们是不是都看到了？你们看到啥了呀？有证据吗？有证据吗？就是手机那个18岁姑娘。易总，你昨天肯定没睡好，你这脑袋都糊涂了，你这什么姑娘不姑娘的？不是杨毅故意的，是不是？就刚删掉的那个天天18岁。你在说啥呀？我都真不知道你在说啥，啥也没有，我手机上。行。哎。